很长，我们要拆地垫喽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些地垫啊拆一拆，然后弄去我们的新家。但是我们会留一条走道给他们用，主要就是因为三角很需要这个地垫，就是因为他脚不好，所以就是会留一个走道给他们走，直到我们把新家真的弄好这样子。三角，我们要开始咯。这就是留这样一条，然后一直通到露露那个房间，都是留一条这样就好。然后晚长那间就不用，然后收可是那间也不用这样子。准备要拆了，柚子。柚子要开始咯。这道地我们要搬了，我们要搬地垫了。还在睡。Socks 也在睡，你躲进来了。哼哼，我们有留一条路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跑进来的？我们要拆地垫喽，但我们会留一条走道给你。他们在弄，我很长，很长，最近都蛮安稳的，他可以找到一个窝睡觉。你变得不胆小了，是不是？小花很紧张。嗯，他想说发生什么事，他们觉得很奇怪。嗯，阿玛，我们在搬地垫。阿玛，你在干嘛？阿玛进去了。阿玛，这是我们要装箱的箱子，你不能在里面。好，让你坐一下，让你坐一下。这边好拆吗？可以，还行。还行，小花。我们在搬地垫，小花有点紧张。嗯，哦，舒压。我们在搬地垫啊，要搬去新家，知道吗？要搬去新家，这地垫超多的，这边铺着就会接起来了。三角就可以从这样走过来去喝水。很长怎么了？很长在干嘛？长，你在干嘛？在拆地垫。有点紧张，阿玛，我们有留一条路给你走，你知道吗？阿玛不走，你好奇宝宝，嗯，你要回去。这公寓底下也要拆了，妈妈公寓移动了，卧室，三角还不知道。发生什么事？小花，快好了好不好？小花，你要进去房间啊，你去卧室。小花，他还不知道可以上去吗？他不知道去哪里躲。反常很聪明，反常躲上面最安全的。对，他不像小花在底下乱跑。对。露露，等一下要拆你这边的地垫哦，还没拆你这间呢。那么，快拆完了。他刚怎么了？他跑出去外面了。你跑出去外面。把那东西再往转场那下那边。哦，好。那门开着，如果是我。哈哈哈哈哈。这边可以拆掉。他们没有走道可以拆。要在家具的就先不要动好了。啊，再拆你们家。要去布置新家，好不好？过几天你们要外宿哦，知道吗？嗯。你们要外宿哦，很久没外宿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害怕？嗯，他好像想找你。他觉得你有他想要的东西。嗯，我没有你要的东西。露露有吗？露露想找我是没有理由的。抱抱。露露是。好啦。哦，要先握手是不是？来。嗯。撞。撞头，你要对，是吧？你不要逼他，给他。露露，你看露露只想摸摸。哦，露露，露露没有想要动干，他很可爱，你看他，你看露露。嗯，这只猫。这边大家很辛苦，卡住了，晚上各种观望，看看柚子在干嘛。柚子，你在干嘛？你刚偷跑出去玩哦。嗯，躲起来。
偷跑出去玩，对不对？你想逃跑啊？你想逃跑逃离后宫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们傍晚再出去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啦。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他跑出来了。对啊。还是我看着他。可以的。我看着他好。现在大部分都拆完了，就剩这个走道，走道给他们去喝水啊、吃饭的地方，然后还有留一条到露露房间的路线，就给老猫们啦。艾玛，过几天要去外面住宿哦，你跟三角还有招娣住一间，有吧？露露，过几天要去住宿哦，这边再待个两天，好不好？就要去新家咯。好夸张，好像一个小孩哦。对。好摸摸，他感觉好像十年没见到你了。他每次都这样吗？你看嘛，那么你喜欢这样子吗？那么我给你拥抱。沿着这个道路走，就会遇到这个桥，所以它可以往上爬，跳到这个蓝骨头上面，然后或是继续往前走。这边左转是可以喝水，往前走这边是到露露的房间，然后或是它可以来公寓。那外面就不要踩，外面很滑。妈，你直接走这里，你要不要走我做的道路？这样摆很像那个大富翁哎，啊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写要干嘛这样子，很像大富翁。跳到这就是鲔鱼罐头，然后临死这样。现在阿玛正在路中间舔屁股啊，照我的路线走哎，出去了。嗯，哇，变得不一样哦，这边拆掉了，那边也拆掉了，去叫啊。你睡我枕头哦。哦，你要进去是？来，先进去。想进去？哦，好的，你睡里面。可以了啦，睡觉。三角傻眼，这边客满了，先生，客满了好吗？真久，你压到阿玛了，你压到他了，你过来一点，好这样子，没事了。三角真的是会挑那个有地垫的地方睡觉，是不是？你要去散步吗？我看你会走哪里。哦，过到垫子上。没有地垫了，地垫去新家了。三角来了，真的只走这条路。好可爱。嗯，你只走这条啊？这边没有接起来了。这样，努力跨过去。很好，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就要搬家咯。柚子竟然在我们的大富翁路线。嗯，柚子好玩吗？你们过几天会去住宿哦。嗯，知道吗？先跟你告知一下，住宿完就要换新家了。嗯，打地啊。其实旅游那个订房诈骗其实蛮常见，不一定只有在 Airbnb 会发生，就是各个网站都可能遇到这种，他没有真正有拥有这间房子，他只是用这个图片来诈骗。